这小子出来了。玩好玩好，我非常客气。怎么样？动手吧，现在正是时候。哎呀，别着急，哪都不能去，一定得上当。咱们现在动手，可能什么把柄都抓不住。等他把女人带回家，嫖娼就成立了。走。开门！谁呀？半夜三更还敲老子的门？警察！你冒充别的动物不行啊，非他妈冒充臭雷子！嘿，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！哼，你吓唬别人可以，吓唬你大爷没门儿。要进来拿搜查证来。你开不开门？啊，不开，妨碍警察执行公务，你考虑后果了吗？嘿，爷们儿，我告诉你，没有搜查证，谁也别想进这个门。哦，啊，别急，他这种四个方向的安全防盗门，光靠人力是撞不开的。喂。派人给我送搜查证来，到剑桥锦心花园。对，带几个人过来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律师，韩礼法先生。啊，请。你们有什么事情，都可以找我的律师谈嘛。啊，你少跟我来美国电影那一套。那两个女人呢？请问这位警官，你指的是哪两位女人？跟林小亮一起进来的两个妓女。是进了这个楼呢，还是进了这个房间呢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这当然有本质上的区别了，哈哈。给我搜。可是你们并不能证明他们俩就是妓女啊。那他们是谁啊？当然是我的朋友了。很熟悉的朋友？当然，否则我怎么会那么晚还让他到我的房间里来呢？那他们叫什么名字？什么？我问你，他们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他叫王晶，那个叫李丽英啊。不会记错？绝对不会有错的。王晶、李丽英，拿出你们身份证来。我没带。我也没带。我可以派人去取，告诉我地址，如果你们欺骗警察，后果自负，明白吗？
林老板，我订正下他们的姓名。徐二妮，是我。徐美美，到。林老板，大概是酒喝的太多了，把大脑都喝糊涂了吧。即便是这样，也不该忘记老朋友的名字。把林先生给我带走。你们不能光凭林先生说错两个名字就抓人吧？林小亮嫖娼证据确凿，我们必须进行行政拘留。哈哈哈，就算嫖娼成立，好像这也是治安警察的事情，和你们刑警无关吧？怎么没关？恐怕不只是嫖娼吧？你还想给我安什么罪名？组织、强迫、引用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罪。我组织谁了？我强迫谁了？你把徐二妮、屈美美从歌舞厅带回家，这就叫组织。哼，屈美美不愿意去，你拽着她的头发把她强拉上车，这就叫强迫。我想有这两条就已经足够了吧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组织，我也没有强迫。你知道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罪可以判多少年吗？我告诉你，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强迫多人卖淫、多次强迫他人卖淫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。什么叫多？我想你自己会数数，不用我教你吧。哎，这我的专业是经济法，对刑法尤其是新刑法不熟悉啊。我带走。走走，我养你们这帮律师有个屁用啊！白给你1年20万年薪了，你赶紧告诉我二哥，就说老子进去了，想办法把我捞出来。到底是大学生啊，这刑法条文背的一套一套的，服了。你要是好好的学，也不至于穿着警服当法盲了。法盲不至于吧？不过学生你那水平难。哎，要是兔子能嫁人，咱还养什么马呀？你好，韩律师，什么事儿？董事长，小亮被捕了。为什么？嫖娼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才。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正在想办法把他弄出来。想尽一切办法，不要怕花钱。有了消息马上告诉我。再见。没什么事儿吧？应该是没什么事儿。不过小亮这孩子也该让他吃点苦头。就怕他吃不了苦，你得赶快想办法呀。是啊，这不正想着办法呢吗？可别夜长梦多。行，是啊，是。林小亮，你给我坐好。我坐不好。我有病。有病也得给我坐好。这是我的权利。到了这儿，你只有老实交代的权利，知道吗？我有沉默权。主动交代问题对你自己有好处。你没听人家说吗？坦白从宽，新疆搬砖。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。别说我什么都没干，就是我干了。我能说吗？这个东西，你总该认识吧？
哎呦喂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手枪子弹。我打小听见开枪我就害怕，要是这玩意儿能在我屋里，我怎么能够睡得着呢？哎，这真是从我屋里搜出来的？你们怎么没搜出什么机关枪了、迫击炮的啊？你要是说从我屋里搜出个女人来，那人家听了倒还相信，对不对？林小亮，这颗子弹和我们在冷水坑找到的子弹壳属于同一型号、同一批号。况且你不能提供你当时不在谋杀刑警大案队队长现场的证明，我们将对你提起公诉。就那子弹，他就不能是强队长他自己的？你们想陷害我，压根就没门儿。哎呦，哎，哥们儿，能给根烟抽吗？啊，就凭你这态度，你想抽烟，抽风去吧你。香烟没有，烟斗倒是有一个，你抽吗？抽。哎呦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！哎，我特别喜欢。哎，英国绅士牌的，我家里就有好几个。这没烟丝怎么抽呢？哈瓦那烟丝有吗？哎，邓喜路的也凑合。这可是一种高级享受啊！林小亮，哎，这烟斗也是我们在冷水坑现场附近找到的。看样子。到海边去玩的人，这格调都不低呀！啊，我向你保证，嗯，你很快就闻不到任何烟丝的味道了。哎妈的，这些歹劲啊！我钱明，